主料：大头菜200克，肉丝50克，辅料：泡椒3克，盐1克，鸡精1克，蒜片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大头菜先切成片或丝，蒜瓣切片，泡椒备用，肉丝加料酒、盐淀粉腌制10分钟，油锅下油，烧热后放入蒜包香，然后放入泡椒，大气煸香，加入肉丝翻炒至熟，倒入大头菜，炒到变色后加入调料，鸡精即可。成品烹饪技巧：大头菜用手撕成片更易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